好美啊，天啊，今天运气真的很好，居然能看到富士山了。从此做一个运动女孩，走去取兵器去，买好刀啦！我们现在开始剁手，剁手，剁手喽！一只，四只，这个羊毛好想薅一下呀！大丰收，太棒了！走，我们继续下一家，瞬间就是大老板了。快看，我都不多说了，4990，外面已经没有什么人了，我包场，随便买，拿去。我不好意思，30%啊，我付。夏一地日本生活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呀，我是奥莱战士小一。那我今天已经到达了我的战场，日本最大级别的奥特莱斯狗天八御电场。今天我将在这里过五关斩六将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赶紧出发吧 ，Let's go， 耶、yeah!！那我们就去看一看案内版吧。俗话说得好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。哇，今天只有3个园区，原来来的时候还有2个，现在有一个 Hill Side 了。我们来看一看啊，都有什么？哇，这边有 Design 温蒂，天啊，这么多！哇，还有 Coach Kate Spade 啊 ，Gucci Prada， 连吃饭的地方都很大耶。那我们就赶紧出发吧 ，Let's go。你看后面富士山耶！哦，今天也是 lucky 的一天哦，快点走喽！啊，老刘，你的6块腹肌什么时候能练出来啊？你先练出来这个，我就练出来。我马上，我买了 Lululemon 我就练出来了。这边是50%的按摩，好赞哦！就是颜色有点太鲜艳了，原价12000的东西只卖6400，超级便宜。从此做一个运动女孩，耶，get！我们继续往下面喽。啊、哦，好梦幻，整个人都开心了。哇天啊，这边居然是圣诞树耶，已经有圣诞氛围了呢，太开心了吧这儿。小一，你刚才不是说要过五关斩六将吗？嗯，那你的兵器呢？在那儿。走去取兵器去。你要买把刀吗？难道不买刀吗？哇塞，这边现在打折哦，你看原价12000的，它现在是等于是一个磨刀石，然后再加一把刀，本身是12100块，然后现在打折可以卖到7260块，这肯定要买啊，因为这是你的兵器。对，要一套。买好刀啦！我们现在开始剁手，剁手，剁手喽！走！我靠，我靠！你看，安德玛3件以上居然要20%off哎，也就是说打了个8折。萝莉子大，我们进去看看喽。1至4折，天呀！但是它是裤子，我都穿不了，但我好喜欢啊！这个羊毛好想薅一下呀！多秀啊，口气个亿呢！你看，你看，很新铺路的剪裁哈、哦，但是最可爱的地方是袖子这个地方，蓬蓬袖的这种感觉很像公主哦。而且这个颜色马上圣诞节了就可以穿，我觉得好赞，我要买这个。多少钱呀？4400块，然后是一个5%的 off。老六老六，你看有没有写我名字呀？这个色，一个毛衣，一个裙子。大概是10000块钱哦，我觉得，然后还可以再打一个95折，当当当，战利品！哎，我从留学的时候就开始超级喜欢 Lolis Farm 他们家的衣服，如果小伙伴也来到日本的话，可以看一看他家的衣服呀。大丰收，太棒了！走，我们继续下一家。弄到高天的壁画，天，富士山，好美！
这超赞哦。哎，那花儿你快看啊，居然还是立体的呢。啊，真的是立体的。好可爱，真的是购物一时爽，一直购物一直爽。你怎么经济这么多呀？今天这叫有感而发。我想做 Gucci 女孩。你不是已经有一个 Gucci 包了吗？哎，我还想再拥有一个 Gucci 包包。进去看一看，快！上了一款小费包，哇，超赞啊！咦，买到了，那我们继续喽，下一家，走。巴巴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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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瞬间就是大老板了。我不是嘛，真可怕。我觉得这个好好。现在这个是，34万，然后打了一个折的话，折后是23万。来到这儿一定要吃的就是这个萨瓦亚卡的汉堡排，超级好吃。我早上起来一到了就过来拿号了，但是还是要等3个多小时。那我们现在就进去赶紧去吃吧，走。替代了好久的汉堡肉终于上来了，还等什么？还等什么？快来开动，我切喽！进去看一看，哦，现在好像打折挺狠的。刚才进门太激动，都忘记跟大家说了。现在后市他们家店除了在各自的这个折扣之外，还有在可以再打一个25%的一个 off， 超级划算。现在不剁手，什么时候剁手呀？怎么样？挺好的。这啊，深棕色配红色就很亮啊。哎，你这个颜色很配合你，对吧？对，冬天里的一个一抹小鲜艳，我觉得这个也挺可爱的。我们再看看这个包包也很可爱哦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冬天是刚刚好大小，然后还有一个细链子可以背的，肩背的，单肩背的，价格是86000，然后应该也是有一个什么？你敢相信吗？居然是半价哎！哦，然后再打25%。对，我觉得这个超赞。哎，我可以试一试啊，还有一个 high size， 我可能觉得这个会更适合我吧。35200块，我估计应该也会有一个折扣，然后再打一个25%。现在又有很多的折扣，60%呢。这款冬天的也不错，但这款我觉得可能更适合这么着拿着吧，背起来，也不错，这个也很好。成本，这个真的是，但我就怕这里面不能太成东西，因为带太细了。85000，86000，然后也打折。天呀，这包也很好看，而且两个 size， 除了这个稍微大一点，还有这上面这种小一点的。我觉得这个包也很好看，颜色感觉好像这上面更稍微重了一些呢，也是72000。然后再打一个60%的 off， 打个40%，这好可爱呀！哇，好漂亮啊！
花花花花，我觉得 Kate Spade 就好多小花花都搁在一起，真的很可爱哦。好，我们跟一起啊，这样，哇，瞬间富贵了，有没有？不要忍，惹我哦。哇，这好赞哦，那个价格是24000。我什么都没有买，你看得见吗？我什么都没有买哟，走喽。啊，老刘，你看这边也很好逛啊 ，Nike、Tiffany， 还有 Moss， 买衣服经常会买的。然后，啊，谁不想拥有他们家的这个牌子的睡衣呀？哇，好赞哦！还有 Samantha， 啊，日本香奈儿，快去快去快去 ，Nike， 我们进去看一看呀。哦，超级喜欢对勾，因为那是对了。头冷，要出一个错的勾的话，你不就不喜欢了吗？对，我就不喜欢，我就喜欢 Nike， 因为这是对勾。走走走，进去看。快看，我都不多说了，4990，哇塞，5000块钱，好好看，这也太便宜了吧？对，挺好看。但是，要是纯白色的，就是7000块钱。会为那2000块钱买单吗？我觉得粉色的更好看一点。是吧？天啊，好可爱，粉嘟嘟的，而且这块也是粉红色的，就很少女。运动起来穿这双鞋应该很不错吧？跑跑跳跳，而且还是 sports 穿的。哎呦，好赞啊！你看大码标 polo 耶，我觉得但是有点太成熟了，好像。不太适合我呢。啊，这边有锅，我觉得我们家需要一个锅，买了刀了，怎么可以没有锅呢？你不是要剁手用的吗？锅很重要。大感谢祭。大感谢祭。嗯。哇，这啊，这个锅现在10000块，能感觉，哎，这不就是我梦想之锅吗？就是换把手的那个，可以切那个瓣儿，就感觉好赞哦，3700的锅。啊，这是中华锅，这跟我们家锅一模一样。上一个被我烧糊了，我可以再换一个锅吗？3700，而且感觉还不是很重。我想要这个，老刘。还有蓝色款，你选一个颜色吧。要不咱们这次要个蓝色，你觉得好看？可以，靠谱。有锅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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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回就可以我们回家好好的做饭了，不用再吃泡面了。太赞了，哇塞！老刘，这边还有布鲁嘎蒂、迪塞鲁啊，巴黎世家、迪塞鲁，然后还有这个芬迪和洛伊贝，啊，感觉今天溜不完了。嗯，好想继续啊。哦，真的，我觉得这边一天时间完全不够用。现在才刚刚连6点都不到呢，天已经这么黑了，还以为像是8点的，而且外面已经没有什么人了。我包场，随便买，认真选择。我觉得好开心啊，今天。是啊，您一直在买买买。但我什么都没有啊，行李。是。仰首清风，不带走任何一片云彩。冲！我还有一家想看的，阿迪达斯。哎，你不觉得这个名字叫得很，就是说话的时候的阿迪达斯。姐姐，只有你这么发音，这么发音的。阿迪达斯。那这儿是入口吗？这是，我们快进去吧。不是32%好吗？哪里？我不好意思。30% off 鞋子和外套是30% off。哇塞，这史密斯现在做的越来越有意思了，后面都带这种小结结的，挺好看的。这个好可爱啊，就是 size 有点大，就是23，这是23.5的，24，啊，怪不得这都 OK， 有点大，好可爱。啊，看这边，这块有些小，好可爱啊。你看两个人相亲相爱，相亲相爱，哦，睡在一起了都。
Donuts 和托托什么时候可以这个样子相亲相爱就好了。他俩能打死对方。我的梦想之一，他俩会这样相亲相爱，抱在一起 cute 这种感觉。弗朗弗朗，我们进去看看呀，家居品牌我最爱了。嗯，这小丁好好看。180一个，我这两个色两个都挺喜欢的，好难抉择呀。小伙伴们喜欢哪一款呀？那你叫哪一款？哦，成年的人，作为一个成年人，就不会选择的。我要 all in， 全部都要。真假的？含着我的锅，我的刀呢？我的刀呢？那今天的视频呢，就到这儿了。如果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，记得点赞、关注并转发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哦，不对，这回用锅吧，拜拜。老刘，收工回家了，走。含着我的锅。